豪峰，在吗？豪峰，豪峰，好啊，豪峰，好啊，Hi，How are you？Hello，How are？在吗？听到吗？OK 啊，来，大家第一题是什么啊？Video 看一下啊。好，我第一题是什么？来来来，好风。所以要从 petroleum 那边取得 petrol 啊，那一个方法的名称，这个就是 OK。哎，不是啦，好，我看清楚哎。说、so, 这个就是我们 form three 的啊，其实啊，把这一个啊，OK。Fractional distillation，哈，Penyulingan berperingkat 有分层次的，fractional 你知道吗？分层的，OK，berperingkat。OK，第二题啊，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hydrocarbon with only single covalent bond 啊？一加单 covalent 中高罢了，所以你要找的名字是后面 ANE，对不对？或者是 ANA 马来文啊？你记得吗？该我教你看的啊，所以第二题的答案是 A 来的哈，OK，知道吗？A 来的啊，这个 C 哈，我没有看，我没有什么印象，不是很记得 C。我记得以前我们 chemistry 没有学的 A、B 还有 donkey 啊，我跟你讲，说、so, alcohol，我顺便跟你讲啊，也是一个 series homolog。也是一组 homologous series，OK？、Okay? 看一下，哎，哦，等下有学到，你看啊，alkene，alcohol 也是一种哦，也就讲啊，alcohol 会有 methanol、ethanol、propanol，因为它叫 ono，知道吗？butanol，然后 pentanol，哦，还有 hexanol 啊，这样的。说、so, alcohol 啊，它是另外一组的，就是另外一组了，知道吗？啊，这五点三我们会学到了。所、so, 以我先跟你讲，哎，后面跟回他后面的名字了。OK，第三啊，hydrocarbons are organic compounds that contain only mengandungi hanya H 跟 C 啊，这个啊我直接了啊，H 跟 C 啊，OK，只是 C 跟 H 包。第四题，molecular formula of butane，对，他会这样问的。所以哦，不答那，but 是四，对不对？可是答案是 C 还是 D？看到吗？啊那的 formula，这就是为什么 formula 重要啦。哦，好风，注意啊，刚才那个 formula 讲到 CNH 是2N 加2，对吗？哦，所以 C 啊四个，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二四八八加二十个。答案了咯，或者是你看哦，安娜是吗？ANE 的哈、哦，它是多 H 的那个来的，我讲过吗？多还是少的？多的那个来的，好、哦，就是这样。如果只是在比较啊，你 at least 你可以比较啦，但是最好你就记得那个 formula 啦。好，这个他问我们呢、啊，哪一个 molecule 是 alkene 来的？alkene。Alkene 一定要有两层的，有个 double bond 的，你记得吗？Double，好问，理解吗？很简单嘛的，其实这个 part 哦，要有一个 double bond，OK？、Okay? 你看到这个 C 有四个手了吗？其实，我讲每一个 C 都有四个手哦，你理解我讲什么四个手吗？OK，等下我会问你明不明白啊？你注意听一下啊，OK，大家。我再重复啊，C 呢，它能够伸展出四个手，可是这一个哦，四个手哪里呀、啊？一、二、三、四，好、哦，对于这一个 C 来讲也是四啊，一、二、三、四，看到吗？这个的话，大家理解我讲什么吗？每一个 C 有四个手，理解吗？你在那个chat box 回答我一下啊，一到十啊，OK，大家理解的话，你给我十。不懂我在讲么的话，看一下大家关于这一个手这个概念，OK？好问，
每一个 C 有四个手。OK，基本上哦，我现在看到啊，大家都是90、90、11这样的哈。OK，所以如果 OK，好，我反正你已经读 everyone 了，所以我就要跟你讲，如果你发现你完全不明白，不是你，不是什么，是你没有在听罢了。其实，听多一次啊，每一个 C 会可以有四个手，所以如果他打开一道弯哦，他就可以借四个黑哨 对吗？说这一个的话呢，是 Alcana 来的。英文啊，我给你英文，Alcan 来的，明白吗？OK，它是属于饱和了，它再也进不到任何的 hash 了，因为它手已经满了啊，抓完和全部朋友了，对不对？说这个是叫的不完 saturated hydrocarbon，知道吗？这个是它还有手可以打开的，如果我们要它打开呀、啊，可以掉，好，我拿这个啊，如果我们要它打开手哦，它可以拿其中一条啊打开，说这条不要的话哦，它可以延伸出来。它可以延伸出来，接收多两个 hash，你看饱和了咯，这个没有了，看嘛，OK，只是降罢了啊。我要讲的是，OK，接着啊，我们再看第六题啊，combustion of methane 啊，pembakaran metana，燃烧 metana，说 metana 被燃烧的话哈，大家这个是一个很算是刚才没有读到，但是呢。如果你理解的话，你可以猜到的。methane 里面有什么啊？meth 是一个，对吗？methane 哦，一个 c，四个 hash，里面只有 c 跟 hash，请问它答案会是哪一个？里面呢、啊、只有 c 跟 hash 啊，大家你可以 type 给我啊，你用你的逻辑去思考一下这个。methane 只有 c 跟 hash，哎，都这样的。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东西烧了哦，产生出来就是只可以有 C 跟 H 的东西。好、哦，对，还有多一个东西啊，还有氧气会进来，因为燃烧需要到氧气，所以啊，答案啊，OK 啊，这个是有一点点啊，如果真的没有学过的话，是有一点点小，不是难吧？特别燃烧的话啊，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和水分，因为啊，OK。二氧化碳是 CO2，该我讲燃烧需要到氧气，所以会有氧气进来啊，OK，会有氧气，氧气是这样啊，2立欧嘛，因为 OK，然后呢，O2 哦，水哦是 H2O，看到吗？说这是一个干净的燃烧啊，大家，全部人注意，全世界注意啊，我跟你讲什么是干净的燃烧啊，没有烟。methane 啊，methane 啊这些啊，它的燃烧是很干净，因为它很小粒，很容易燃烧，OK。燃烧出来，你会发现连烟都看不到，因为什么是烟呢？烟是那个 C 太多了啊，C 跑出来这样。OK，所、so, 以你会看到carbon dioxide 它是 CO2 哦，水是 H2O 啊，然后多了一些 C 跑出来，只是它降罢了。C 是什么啊？C 是碳来的，对不对啊？你就会看到哇，可是它是小小粒的碳呐、啊，在空气中飘，你就看到哇，黑黑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烟呢、哦。说、so, 干净的燃烧是没有烟的，因为每一个 C 它都搭配了氧气，变成了二氧化碳。说、so, 二氧化碳它不算会污染环境，对吗？只是它会困住热能啊，它会变让我们地球变很热罢了。把这个是一个干净的燃烧，有足够的空气去燃烧的话，就不会有烟哦。这些是更容易燃烧的东西，所以啊，它非常非常干净，连碳都没有啊。还有水罢了，水就是水蒸气，燃烧就有水蒸气。大家理解一下这个第六题我刚才讲的，OK，完整的燃烧了就不会有 carbon 出来或者是叫你写一个东西啊，这一题啊，那个 A 那边你写这样，这个就是所谓的烟，你看到有 carbon 跑出来是烟来的，OK，把这个 A 不可能拿，因为燃烧一定有二氧化碳，这个没有二氧化碳。只是在燃烧过程中通常会出二氧化碳，会出水，还有碳。就是盐，OK，next，这个，OK，organic compounds that contain only 两个东西吧，那 carbon 和 hydrogen 啊，这个你可以看啊，可以写啊，应该是写啊，carbon and hydrogen，OK，carbon，hydrogen，OK，接着。Hydrocarbons that contain only 什么什么 bonds 啊 are called
什么 hydrocarbon？ 哎哎 ，OK， 这个是 double or triple， 我先填了这个先啊。Are called unsaturated， 因为他讲了 triple 嘛，就是讲那个双手没有打开的是后面那个啦，所以这个是 single 的，这个是 saturated， 饱和了的。Gatan tunggal。OK， 如果你写到完整个 ikatan covalent tunggal 可以啊 ，single covalent bond 这个你写 double covalent bond 也可以，没有错。OK。tebu ikatan ganda dua， 所以如果你写 ikatan covalent ganda dua， ikatan covalent ganda tiga 也可以。OK， 对照一下大家。OK， the main source of hydrocarbon 最主要的来源呢是主要来源是 natural gas 哦，天然气，还有那个石油 petroleum。They are formed from plants and animals that died millions of years ago. 好几百万年以前的。Gas as the than petroleum. 然后羊马蒂啊，哈，马蒂。写了哦。来不及要给我讲啊。OK. So 这个什么是 hydrocarbon 啊，这个你懂了啊。哦，他会问的哈，所以这些题目你要懂啊 ，OK？ Hydro， 我写马来文先啊 ，carbon， 哎 ，OK， 等下写简单 ，sebatian organic yang mengandung hanya mengandungi 只有的是吧 ？hanya mengandungi carbon dan hydrogen，OK？Organic compounds that contains only, contain only carbon and hydrogen. Okay, P type 给我一下，找一找你的课本 ，P 是什么 type 给我一下。四力叫什么了？如果刚才你有认真的去看，或者是你有尝试开始记的话，四它的前面的名字叫什么？基本上你要记一二三四罢了，因为五六你会有的。五是 pen 吗？六是 hex 吗？所以一二三四，四力叫什么？好问啊，去找一下。好问，我等你的答案 for P。找一找这个啊，四力 carbon 叫什么头啊 ？OK， 有一个答案了，再来大家啊，全部人去找一下，很好。到底是阿那还是伊那？注意一下啊，后面是阿那还是伊那 ？OK， 英文啊，后面是 A and E 还是 E and E？ 这个要注意啊。你看到一个 double bond， 好问好问，我等你啊啊，找一下啊。OK， 很好。找那个四力 carbon， 然后它是 double covalent bond。OK， 大家，我们要的哈是 B 开始的。好，我找到了吗 ？OK 啊，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刚好就是在这一面，我们要的是。这一个来的，因为它有 double bond， 你刚才看到哦 ，double bond， 这是第一个重点，说对，它是属于 alkene 组啊 ，OK， 这是英文来的、啊。然后它的重点是啊，它会它是四力，说它的名字英文叫 butin，OK， 马来文叫 butana， 好，我知道讲了吗？哎，我太错嘛哈。哦、oh, ，sorry， 没有 H。哎，马来文你是错 ，OK。好，你理解我在讲我吗？给我讲一下。所以这一例两个 C， 两个 C 啊。
会了的，你可以直接写进去啊，你的 Q。Yes，对，两个叫 at，et，好，好凤找到吗？好凤，你给我 Q，改也 P 没有不要紧，Q 给我他的名字，给我 Q 的名字啊，好凤，tag 给我。喂，好凤，好凤来，不懂跟我讲一下。OK 啊，大家，所以 Alkin，我们要找的是 Alkin 现在哦。啊，因为啊，对啦，OK，因为它是啊，它全部都是打开完了的，对不对？所以它两粒 carbon 嘛，ethane，OK。一定啊，其实是马来文，英文叫一定，OK，马来文这个啊是一个马来文跟英文哈，我每次会很不小心的，因为很难去讲啊这个，哎，这个又有 hash 英文，有 hash 一定，so OK，我又 type 错了，对吗？一定，sorry，OK，你们你用回你自己的语文，你不会乱的，是我会乱吧？因为我的马来文跟英文要混在一起，很麻烦。给它 ethane 这一个来的，对，没有问题哦。OK，他会叫我们 explain your answer，确实啊，这个题目也是会问的哈，解释一下啊，二 B 就是讲为什么我们给他这样的名字啊？OK，因为一个有 double bond，一个没有 double bond，就是 single bond 罢了，知道吗？所以讲啊，P，么，因为主要我们就是看它的 bond 嘛，它的 ikatan mengandungi ikatan ganda dua manakala Q hanya Q 就只有 mempunyai ikatan tunggal。你要写 ikatan covalent tunggal 也是可以，没有写也可以，不要紧。P contains double bond. Wow. Q contains only single bond. OK，hydrocarbon 的两个 sources，sumber 就是它的来源啊。我们刚才有做到了的这个题目，hydrocarbon 主要来源是哪里来呀、啊？挖出来的天然气和 petroleum 来的。刚才那个练习那边有啊，OK，写完这一个先，我们才放啊。Gas are usually done petroleum，OK，natural gas，petroleum。Hydrocarbon 啊，完全是我们挖出来的哈，记得啊，OK？所以 Hydrocarbon 会玩的哈，啊，它用就完了的哈。我们现在在想怎样保护它，不要用完它，对不对？怎样减少使用它，所以我们就用 alternative sources 哦，知道吗？等 sumber tenaga alternative 就好像风啊、水啊、水力发电啊、太阳能啊这些，那个是 alternative。OK？Okay, 如果是好了的话，我们今天到这边先。我把那一个刚才那个 video 哈、哦，已经放上 Google Classroom 了啊。OK，你可以去看啊。OK，我他的那个 YouTube 的 link 啦，今天的 recording 我也是会放进去。OK，如果你好写完了的，你可以先 quit 了啦。后面的题目你可以先做先。OK，下一堂课我们进5:30了。嗯，拜，不客气，拜拜。吃晚餐喽，拜，不客气。